国际方面的意外消息，先带您到印度北部邦来看看，有一场婚礼居然变成了悲剧。最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有新人的亲友在向导游行的途中，有一堵墙，就是你现在看到的，突然崩塌，因此酿成了严重的死伤。这个地点呢，是在印度北方邦的马乌区戈西镇的一处村庄，在八号所举行的婚礼游行。当时呢，这一面3公尺高、4.5公尺宽的砖墙应声崩塌，导致呢数十位的民众当场被活埋。尽管呢，警方获报之后立刻赶到场，有关当局也出动了挖土机来救援，但还是造成7个人死亡，而且还有至少20个人受到了轻重伤。